主料五香豆干300克，辅料青椒、红椒、洋葱、腊肠15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好五香豆干、洋葱、青椒、红椒、腊肠，请红椒、洋葱洗净切丝，豆干切丝，腊肠切斜片。锅中油热，下腊肠，煸炒出油，倒入洋葱丝，炒出香味，加入青红椒，炒匀，倒入豆干炒匀，加入盐、生抽炒匀，调好味，盛入盘中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豆干可以先用少许油略煎一会，口感焦酥；二、腊肠煸炒出油，再炒不油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